Airpanas 是马来西亚柔佛州西加马区拉比斯 Robis 的一个小镇，因那里的温泉而得名。它距离拉比斯镇 Robis Town 经 Jelang Airpanas 柔佛州道 J151 约14公里。 Airpanas Joy Street 目标中文 Ayer Banana 是马来西亚柔佛州 Segmas 区的 Robis 的一个小镇，以马来西亚州霍尔的温泉命名。它距离拉比斯 Robis 镇约14公里，经 Jelang Airpanas 柔佛 J151 国道。该镇也称为 Tanang， 不要与同样位于 Segmoto 区的另一个城镇 Tanang Stisen 混淆。通过 Jelang Airpanas 柔佛州道 J151， 从 Pekan Airpanas 到 Robis 镇的距离约为14公里，8.7英里。艾尔帕纳斯，爪伊文，中文 Ayer Banana， 也拼写为 Airpanas， 是马来西亚柔佛州西加马区拉比斯的一个小镇，因那里的温泉得名。它距离拉比斯 Robis 镇约14公里，经 Jelang Airpanas 柔佛 J151 国道。该镇也被称为 Tanang， 不要与同样位于 Segmoto 区的另一个城镇 Tanang Stisen 混淆。根据资料显示，该镇的居民大多来自华人和马来社区。艾尔帕纳斯，爪伊文，中文 Ayer Banana， 也拼写为 Airpanas， 是马来西亚柔佛州西加马区拉比斯的一个小镇，因那里的温泉得名。它距离拉比斯 Robis 镇约14公里，经 Jelang Airpanas 柔佛 J151 国道。该镇也被称为 Tanang， 不要与同样位于 Segmoto 区的另一个城镇 Tanang Stisen 混淆。